我带你抢走哥，开始来，开始，走吧。行行行，好好好，你得跳，你得跳，你得跳，不跳我说守规矩。开始了啊，嗯，走，走。我记得是这个呀，因为我把这个板子颜色换了，把这三块板全换了，随机换。我觉得这种随机的才刺激。你为什么玩我呀？哟，又来人了，这回精彩了。这怎么玩啊？就是您看着吧，来，跳这儿来，哥，先跳这个，哥，对，跳这个，跳这个。等等等会儿，不着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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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听我的，真的，我害不了你这个，你就跳，你就跳。我们队没水了。你听我的，哥，下来了，跳这个，跳这个，听我的，你听我的，你快跳，我骗不了你，就这个。我要骗你，我不靠谱。直着跳，我骗不了你，听我的。直着跳，下去。左前，左前红的，左前红的。马上到了吧？听我的，左前红的。哎呀，就得听九男的。听我的，我就得听九男的，真的。听我的，走，跳，走你。直着跳蓝的，对，走你，对，往这边跳，那绕不过去，往这边跳，跳红的。为什么呀？你听我的，听我的，没法解释。跳后边这个，对，这个这不是，那不算，他那有暗门的，他那个有。你听我先跳红的。哎，不是，这不可以直接跳到终点了吗？是不是？终点万一是一个陷阱呢？不能吧？我直接去终点不完了吗？不是，你先跳红的，一会儿我给你讲，你先跳红，听我的，真没错。你听我的，哥。去你的吧！哥，你这，哎呦。我凭什么呀我？我凭什么？没掉下去。不是你这个成功率多少？你的游戏算开发成功？50%，咱可不能让他们成功啊！不能让他到50%。对呀、啊，岳哥，咱俩这么着行吗？我跟老钱一块出发，咱走不同的线。玩就玩好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先来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不，不能动啊！对，啊，不能动吗？哦，不能动了。我往前站点行吗？行，你挑一个，你来这个，我来这个行吗？咱俩一块儿跳。可以可以。哎，你们要攥着手，这不更容易摔着呀？自己掌握平衡吧，往中间跳啊！一，二，走，你换吗？我不换，来吧，一、二、三，砰！砰！你们太缺德了！九华，你怎么九华？九华，我去一楼了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早知道我跟你一块儿跳了。这个也是空的呀！哎，雪儿，你挑这个。这很好看，上面有脚印儿，不都能走吗？走啊！哎，你得是那个。哎，好，漂亮！老秦，那个，跳，跳，不，你信哥哥的，跳，蓝的，蓝的。哎，我告诉你跳哪个啊？老秦，这个，就这个。跳，跳，跳，这个，跳，跳，跳，这不行吧？哦，我也没探，我也没试，这个跳，回头，跳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没有想到这么快呀，岳哥，您跟90来吧，我可以啊，来了来了，来来来，你俩来。兄弟，我跟你说，老爷们儿就不能怕，对不对？一道走过去，啊！您还真爷们儿，先叫，这肯定是安全的，这是安全的啊？为什么？岳哥，我刚跳完，怎么了，哥？岳哥，
岳哥啊，你要能直接隔着跳跳那个篮子也行，跳那个啊？对对。我不敢隔着跳，我怕硌裆。来威亚给你掉下去直接。我真的站在这儿感觉好恐怖啊！是不是腿抖？就是这会有顶的感觉。会有。你跳不跳啊，哥？哥，要不咱往回跳行吗？咱现在往回跳。你要认输，我们就算失败了。我认输，你们就失败了。对，那不是哥哥的作风。谢谢哥。啊啊、吓死我了，地都呼拥一下啊！哎，哥，您给我指挥吧，兄弟。就跳这个，哥，你这是让兄弟往坑里跳啊？那我有搏一搏的机会吗，哥？跳这，前面那个，这个，那猴子对，来，跳，跳，还真不对，哥，您说怎么这么寸？不是，哎，走这沿儿不行是不是？不行，嗯，玩赖。那这个肯定没问题，这让跳不让跳？让，这让跳，那这肯定没问题了。好了，现在别人蹦过的，对，现在你不能蹦了，哥。老秦刚才蹦的这个不能蹦了，对是不是？对，老秦蹦过你都不能蹦了。这不是没人蹦吗？哪个？这个。这也没人蹦，从这儿走。这没问题，蹦没问题。走啊，快！这样行不行？孟哥，您现在前面全是空的了。去你的吧，梦梦，我，也算是加个包袱。哇，这个包袱好巧妙啊，是不是？这不错，这个。那儿行吗？对，跳第二个红的哥。这个。对。啊。哇！吓死了，我天！漂亮。孟哥还得隔一个跳，跳那蓝的，能跳这蓝的哈。对对，您听我的，没问题，哥。啊！我吓死了，山头右上那蓝的，这个，孟孟，跳这来。我哥，你在骗傻子吗？我都看见了那板儿在跳。孟孟，跳这儿，直接往这儿跳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能过去就行，别摔着啊。你帮我拿着我的大哥大。包袱啊，包袱别抱，别出溜下去。哎呦，哦，哎，没有包袱啊！成功了，孟哥成功了，结束了。疯了吗？疯了。来，谢谢。走。怎么了？走。